苗栗县大湖乡卫生所4月11日起新开骨科，加上原有配合的眼科、小儿科门诊及试办一年的身心及失智科启动，四名专科医师都是医院主任及以上。有乡亲怀疑是不是挂名，大湖乡卫生所主任徐春士强调这是真的。苗栗县18乡镇区卫生所大湖、公馆、头份、铜锣、西湖、狮潭没有医师，其中铜锣、西湖、狮潭卫生所今年7、8月渴望分发公费医师。县政府卫生局也评估大湖乡卫生所模式落实在地公共卫生与医疗需求。大湖乡卫生所4月11日起每周三上午，苗栗市宏大医院荣誉院长刘友汉开设骨科门诊，并提供到家诊疗服务。此外，头份是卫公纪念医院精神医疗中心副院长黄兆看身心及失智科试办一年启动，4月16日起隔周的周一上午看诊。大湖乡没有眼科卫生所争取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眼科主任梁策开眼科门诊，七年前即每月第一、第三周的周五下午到卫生所门诊。卫福部苗栗医院小儿科主任林彦雄配合卫生所周二幼儿预防注射提供门诊服务。徐春士说，大湖乡人口老化及多数务农，卫生所评估骨科及失智科等实地需求，争取设置门诊。四名医院主任及以上医师，有些还是苗栗地区很难挂到号看诊的，因此部分乡亲询问他是不是挂名，实际上是由别的医师看诊，他争取时也觉得有难度，没想到医师基于回馈社会及大湖地方医疗需求都满口答应，他喜出望外，也是地方的福气。苗栗县大湖乡人口老化且务农劳动多，许多人有骨科毛病，图大湖乡卫生所提供分享。苗栗县大湖乡卫生所将有四个支援专科门诊，医师都是医院主任及以上，部分乡亲不敢置信。记者范荣达摄影分享。